盛极必衰，强盛的唐朝终于灭亡于西元904年。没有一个贤能政权能有效地来接替他遗留的这个广大而破碎的版图。中国太平盛世了200多年，又处于分裂的时代。赵匡胤的崛起建立了宋王朝，结束了小分裂的局面。宋朝的国威一直无法强盛，外患不断，宋王朝的几位帝王也没有什么作为，因此一直处于多灾多难、耻辱不断的征战中，苟且偷安，抱残守缺。话虽如此，宋朝的教育却是比前几朝都发达，文风也盛。宋朝的词为灿烂的中华文化结连成一条美丽璀璨的彩链。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洋洋洒洒，在历史的文化篇幅中熠熠生辉。这是颓丧国势的宋朝足堪告慰后代的功劳。宋朝建都于黄河边上的开封，一卷名震天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明白当时的衣食住行。宋朝的程颐开创了理学，朱熹更将其发扬光大。宋朝也因理学的影响下，服饰趋于拘谨和保守直朴，与大唐的开放真是大异其趣。其实也不全然如此，宋朝国力不如大唐，北方的外患侵扰不断，军事上一败再败，屈辱求和，割地赔款。南宋时更是渡长江，偏安于江南，国力衰弱，民生凋敝，服饰当然也只能求朴实了。宋朝的葡萄是比较新鲜的事物，它是男子主要的手服，上至帝王，下至百官都戴葡萄。宋朝的葡萄已完全脱离了官巾的形式，纯粹成为一种帽子。男女结婚时，女方家必须向男方家送罗花葡萄，以答谢男方的聘送之礼。另外，宋朝还有配鱼制度，颇具特色。配鱼就是在腰间配上一个鱼袋，装有鱼符，上刻文字，一片留中央政府，一片由地方官吏保存，作为彼此联络认证的凭证。宋朝妇女的法式呈晚唐遗风，也以高髻为上，虽不及唐代的丰富多样，但是也有它独特的风格，如朝天髻、同心髻和连苏髻。最广为流行的主流为朝天髻。宋代的发钗，其基本特征是双骨夹得很紧，钗骨中间较细，尖端处又变得较粗钝，用意是夹紧头发，避免滑落。宋代的妇女也流行插梳，且达于如痴如醉的地步。陆游云曰：“未嫁者，率为同心髻，高2尺，插银钗至6支，后插大象牙梳，如手大。”开封的贵妇们则以七纱和金银珠翠制成发冠，冠上缀上数把白角大梳，号称冠梳。冠梳尺寸很大，长宽皆逾尺，以至于影响乘轿和走路，实在有些夸张了。
女人的冠饰中最贵重的莫过于凤冠了。所谓凤冠，就是在冠上缀以凤凰。以凤凰饰首的风气最早源起于汉代，正是将凤冠定为礼冠，并将其收入官服制度的，则是宋朝。宋朝后妃在受册封时都必须戴上凤冠。南宋时，贵妇所戴的凤冠上又加上龙，名为龙凤花钗冠。宋朝的妇女眉饰虽然没有唐代多，但是也有不少的变化。据宋人记载，开封府有一名妓尹祖，发明了百种眉饰，一日一种，无一重复。只可惜眉饰都已失传。历代帝后像图中有一宋朝的妇女眉饰，画成宽阔的月形，另在一端用笔晕染，由深及浅，逐渐向外部散开，一直过渡到消失，别有风韵。名为倒晕妆。宋朝的服装形制虽然趋于保守，但是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妇女的装饰风气却有增无敛。像面叶，除了传统的圆点花卉形式，还增加了鸟兽图形，有的甚至贴得满脸都是。在敦煌壁画中，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近乎滑稽的装饰，让人不禁联想现今流行的纹身刺青，与这不知有没有相关。宋代妇女服装一般有襦、袄、被子、半臂、背心、抹胸、裹肚等，其中以被子最具特色。宋代的女人衣裳大部分是沿袭于晚唐五代，尤喜穿大袖衫子，只是衫子略有改变。唐朝时，妇女的衫子用的是轻如雾狐、薄如蝉翼的纱罗做的，穿的时候里头也不衬内衣，因此肌肤隐约可见，书在薄罗衫子透肌肤，可见当时的风气是多么的开放。到了理学盛行的宋朝，妇女穿罗衫可不能如此暴露了，一般都衬有内衣，有时干脆在衫内缀了一层衬里，做成夹衫的形式。李清照词曰：“泪容残粉花钿重，乍试夹衫金缕缝。”说的就是这种磨衫。因为衫子的袖子宽大，所以在宋代称它为大袖。宋时有记其长服后非大袖。与大袖并存流行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被子。被子的式样与大袖相似，只是袖子不如大袖宽，贵族妇女平常将其穿在大袖内。一般寻常百姓的女人家，因为平常要操持家务，都不穿大袖，直接穿被子。被子长，有的及膝，或至膝上过膝，或至足踝与裙脐等，长度不一。由于被子的出现，因此宋代妇女穿襦裙的相对就减少了。背心在宋朝叫笔甲，长度及于腰际，
但也有一种长窒息的，一般以劳动阶层，尤其以奴婢穿着为多，主要是没有袖子，便于活动。女人的内衣也十分花俏多样，光是名称就有汗衣、新衣、亵衣、抹胸、肚兜、小马甲等，不胜枚举。女人家的内衣从史书记载，最古早出现于《礼记》，季康子之母死，臣亵衣。汉朝称之为新衣，原意是掩心报复。不论是掩心或报复，全都只有前片没有后片，背部是弹裸的，有肩带。唐朝时候流行无带内衣，仕女图中清楚地可见她们身披透明罗衫，再将裙子高束于胸，然后在胸部下系衣阔带，两肩及上胸后背均是袒露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能以如此装束走出户外，比起现代前卫的女性，其大胆开放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。盛唐时，小内衣又称抹胸，净棉针垫起来拥，绣罗红嫩抹酥胸。一句抹胸倒也增添了几许的浪漫和引人无限遐思。宋代的抹胸又称蓝裙，到清朝时称肚兜，通常遮过肚脐达于小腹，民初称小马甲。这些饰物其实专用于掩盖胸乳部位，而后就演变成为今天的胸罩了。从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，古代女子有收腰束胸的风气，追求曲线美，至死不悔，古今中外的女人皆然。霞帔的形式犹如披帛，质地厚实，上端略窄，绣有云凤纹样，下端的尖锐处缀有一枚圆形饰牌。宋人吴自牧记载称这饰牌为背坠。凤冠霞帔是贵妇服饰的特征，平民百姓不能私自拥有和穿。一般小说戏曲中演变成古时候女子的嫁服是不正确的。宋朝另有一项惊心动魄的创举，就是强害中国妇女千百年心中永远的罪痛——缠足。四五岁的女娃开始以一条狭长的布袋将足踝紧紧扎绑扶缠，使肌骨变形压抑生长，脚型呈纤小曲曲，一直到成年之后骨骼定型了才能松绑，有些会肉烂骨折，夜夜哀嚎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千百年来，中国的女人处在男尊女卑的情况之下，使妇女一直成为男人的奴隶与玩偶。为了男人欣赏三寸金莲的摇曳生姿，女人竟得付出这么惨痛的不人道的代价，情何以堪。缠足之始没有正确史料可考，但是宋朝张邦基书载妇人缠足起于进士。宋史中也记李宗庙宫妃束足先直，名快上马。由此推断，
缠足应是起自于宋朝的文物。一直到清末年初，西方文化东进，才有效地废除了缠足之风。宋朝女人缠足，她们所穿的鞋称之为弓鞋。弓鞋指弯底之鞋，这种鞋子有四大特点：一小、二尖、三弯、四高。帘前三寸弓鞋露，知是嫩嫩小姐来，多诗情画意，动人多姿。你可知这包藏着多少暗夜啜泣与痛苦嚎啕？身为现代女人，何其幸运！宋王朝的国势虽然积弱不振，但是两百余年的王朝中，它的物质文明却是任何朝代无法相比的。文学上、文化上的成就非凡，几个科学家、发明家发明了许多影响人类的东西，如火药、罗盘、印刷术等。瓷器 China 更是与中国之名同天并老，永垂不朽。其他纺织、刺绣、织锦，美丽绚烂，迷惑了全天下人的眼光，历久不衰，至今仍是。西元1206年，蒙古草原上崛起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大英雄成吉思汗。王夏灭金，平定大理、吐蕃、交趾，征服高丽，远赴中亚、西亚，西征了三次，最后取代了宋朝，建立了元朝。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忽必烈是一代明君，他儒慕汉文化，积极推行汉化，也企图融合民族，文治武功教后人敬仰。前朝的宋王朝时期，塞外的辽金则一直虎视眈眈地想入主中原。虽然元朝一统了天下，但是长期以来这几个民族不断地征战，不能否认的是民族交融的一个最佳时机。征战归征战，民间百姓却在融合。金是女真族，辽是契丹族，元是蒙古族，加上中原本土宋王朝的汉民族，纠纠结结倒也使这个时期的文化显得灿烂多彩。契丹族人以长袍、左衽，男昆法，女梳高髻，也有少数披发，额间以金带扎裹。前面曾提及的披发左衽，其实就是契丹族人服饰的最佳写照。女真族人的服装则以皮毛为主，
女真族人的丧葬以火葬为主，因此遗留的文物无法考证，实在遗憾可惜。如今只知其男女皆以变法为上，男人垂肩，女人盘于顶上，衣服的皮毛则是黑球胡合而已。在大漠草原上，一旦到了冬天，富贵贫贱男女老少皆穿皮毛以求保暖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蒙古儿女的服饰吧。蒙古人是游牧民族，文化远远落于汉族之后，因此他们的服饰非常的简陋。入主中原后，受汉族的影响，日趋华美。而汉族的百姓随着蒙古人的当家做主，政令屡屡更换及禁令宽紧张弛，因而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。蒙古人与女真人一样，同属于扎法辫的民族，但是法辫的样式并不一样。蒙达贝录中记载，蒙古人的法式上至成吉思汗，下及国人，皆剃婆娇，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，在腮门者稍长则剪之，在两旁者小脚垂于肩上。蒙古女子带有一种叫固孤冠，其实是贵族妇女才能戴的，冠上缀有五彩博士或汉族的翠花，走动时会飞动，一般百姓则是用野鸡毛饰之。固孤是蒙古画，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高大的冠饰。元代后妃的眉饰大部分只流行一款，为一字眉。这种眉饰不仅细长，而且平齐简单明了，这和豪迈的草原儿女倒也十分相称。元代蒙古人的服饰中对耳环十分讲究，蒙古男儿也流行穿耳，制作的耳环精巧漂亮，连中原的汉族妇女也仿其形式，通常以玛瑙、白玉或绿松石等雕琢成各种花样。粗犷的蒙古人能有这么细致的装饰品，倒是叫人讶异。蒙古人的服装以长袍为主，制以罗、大袖、盘领，具以右衽，阶级则是以颜色来区分。宫廷中的大宴时，上下都要穿直孙。直孙是以一种特别的织料制成的服装，形式分许多种。皇帝的直孙就有26种，配以各种不同的官帽，组成一套完整的服饰。女人的服饰也是以袍服为主，上下一体，南北一致。衣服以左衽为多，袖口也较为紧窄。袍服里面一般都穿套裤，裤子不用裤腰，也不缝裤裆，两指裤腿单独分开，每指裤管的上端都钉一条带子，穿的时候系在腰际。元朝衣装的颜色大多采用鸡冠紫、泥金、茶色或胭脂红等。元朝服饰及丝织物品近些年来屡有出土，从内容和形式来看，都取自于汉唐的佛教传说及民间图案纹样，各民族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影响实在大。
位于甘肃省永昌县的胭脂山，专产胭脂。胭脂叶似荠，花似蒲公英，汉人称之为红兰，是草本植物的一种，含有红黄两种色素，是制胭脂的上好材料。西元前二世纪时，河西走廊归附中原的汉朝，蒙古人的一支匈奴人捶胸顿足的悲切大叹：“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繁息；夺我胭脂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”西元1368年，征服中国的蒙古人，在中国汉民族不断的反抗下，终于全部被逐出中原本土，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。他们建立的元朝帝国勋业风消云散，只留下片段的历史沉积。替蒙古人而起的是平民皇帝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。明朝的文字狱和八股文是促使中华文化泥塑成酱缸的祸首。汉族百姓正在庆幸驱逐了鞑虏，建立了纯汉族的王朝，没想到明朝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和东厂西厂对人权的蹂躏，使得整个明王朝陷入大黑暗期，苦了万千百姓。倒是独霸天下的丝绸产品，在质量和产量方面蓬勃地发展着。前朝是异族统治的帝国，这对改正朔、易服色的味道人士来说是迫不及待的事。中央下令整我族衣冠，复我族礼仪，废弃了元朝服饰，上采周汉，下取唐宋，将服饰做了大幅的定定。但是到了西元1393年，就是洪武26年，又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修改。官家与百姓的服饰分得十分清楚，也限制颇严。例如，不许百姓用蟒龙、飞鱼、斗牛图案，也不许百姓用原色、黄色和紫色。公子生员禁止穿云绸纱罗。让我们从头看起吧，看看明朝做了些什么样的改变。明代男人的金帽主要有乌纱帽、网巾、四方平定巾及六合一筒帽等等。比较特别的是网巾，清初明末的时候还流传着画网巾的忠烈故事。清兵入关后禁穿明朝服饰，但是民间反清复明意识仍然高涨，穿明服的移民皆被捕下狱，除去明朝衣冠服饰。移民们不忘组织用毛笔画网巾于五统上，衣冠服饰明确地代表所属的家国，维护衣冠服饰爱国爱家的情怀真使人肃然起敬。明朝妇女的法式在高度上有明显的降低，
主要流行牡丹头、窝鱼头及松饼扁记等等。像牡丹头就是一种蓬松的发髻，先将头发掠至顶部，用一根丝带或发箍扎紧，然后将头发分成数股，每股单独上卷至顶心，再用发箍挽住。头发少的妇女则掺入些许假发，看似宝石，梳成之后酷似盛开的牡丹花，风情独具。而所谓的松鬓扁髻，是明末清初汉族妇女最流行也最时髦的发型。发髻高卷，虚朗可数，临风徐徐，高雅清丽。宋朝流行的凤冠霞帔也流行于明朝嫔妃，在参加祭祀朝会时也戴凤冠，只是去掉了原先的金龙，以九只灰鸟代之。明朝几位皇帝的陵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还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凤冠。头箍是一种形如三角状裁成的织锦，上面有的缀有珍珠等饰物，细扎时紧包额头，冬天时大部分则用貂鼠或水獭等珍贵皮毛材质，具有保暖作用。这种头箍沿用到民国，在老祖母老奶奶的那一辈人都用过，翻翻家里的老相簿，泛黄的相片中都可以看到。明朝唐伯虎曰：画楼帘影挂斜阳，谁明我完善掩红妆。昨夜海棠初着雨，树朵轻盈娇玉宇。佳人小姐出兰房，折来对镜比红妆。再再都叙述了明朝妇女也都是抹红妆，爱美的女性几乎是代代相传，代代都是一样。说到眉毛，明朝妇女比较喜欢清秀模样，因此眉毛画得纤细弯曲，纯柳叶眉，花俏式样都没有，可是看起来却有些呆板。其实有些流行并不见得适合每种人，但是女人千百年来追求流行却永不落人后。也因为如此的千变万化，才能让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服饰这么的丰富多姿吧。明朝的妇女既用耳环也戴耳坠，在明朝天相严嵩被抄家的衣物中，各种耳饰就有两三百对之多呢。明朝妇女的服装主要有衫、袄、霞帔、被子、比甲、裙子等，式样大多仿唐朝式样，也恢复了右衽，纯汉族的习俗。凤冠霞帔原是宋朝命妇的正式礼服，明朝也将它作为礼服。这美丽如彩霞般的服饰，清代的命妇也用作礼服穿。
只是宋朝时严加规定，只许朝廷的命妇能穿。到了明清时，寻常百姓的妇女一生也有两次机会可穿，一就是出嫁日，再就是入殓时。一直到今天，中华民族的华夏子孙在怀古思古之幽情下，恩恩爱爱的情侣们也常在甜蜜的婚礼中留下仿古里凤冠霞帔、长袍马褂的结婚照。凤冠霞帔几乎已经变成结婚的专用服饰了。明朝有一项很奇怪的禁令，普通妇女只能穿紫色粗布，不许用金绣，袍衫只能用紫、绿、桃红等浅浅颜色，不许用大红及黄色。朱元璋洪武十四年下令规定，农家穿纱、绢、布等，商人只许穿绢布，农家中有一人经商，则全家人皆只能穿绢布。到底是什么原因无可考，也许是和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有关吧。被子在明朝十分的流行，大致和宋朝相似，贵族穿合领、对襟、大袖，普通人家则是直领、对襟、小袖。比甲则是到明朝中叶流行于比较年轻一群的妇女们，她们的下裳绝大多数是穿裙子，裤子比较不流行，颜色都是浅淡的素色。裙服出用六服是遵循古制，即所谓裙脱六服湘江水。明末时裙服才开始用八服，十服也有，加上细折成了百折裙，显得风情十足，摇曳生姿。明朝服装的织料初上宋锦，后上唐锦、汉锦、晋锦。它服装上最大的特色是织绣都以吉祥的图案配以有意义的吉祥话，如把金鱼和海棠绣在一块叫金玉满堂，太阳和凤凰画在一块就叫丹凤朝阳等等，含义深远又讨喜。绣工的工艺精巧细致，色彩运用绚烂不凡，真叫人爱不释手。女真族有一个部落酋长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，这是明朝的第一响丧钟。但是明王朝毫不警觉，依然腐败蛮堪。西元1644年，吴三桂开了山海关，迎了女真族入主北京，建立了大清王朝，明王朝终于灭亡。努尔哈赤是个英勇的军人。
军事家，他的儿子皇太极更为干练。他取消了女真，改称满洲，又将原来的中国姓氏统改姓女真族的姓氏爱新觉罗，彻底泯灭臣属过中国的那段历史。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，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，前一次是元朝帝国。对汉族来说，受异族的统治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事。但是这群来自塞外的游牧民族入主了中原本土，就像掉入了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。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但是他们一方面吸收汉文化，一方面又用高压的手段禁止汉文化。其实大清王朝近300年的12个皇帝中，大部分都很有作为，也都十分尽职地做个好帝王。不过对民族的界限仍然划分得非常森严。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面对有着灿烂文化的汉民族，那种又怕又爱的不平衡自卑感作祟而产生的自尊狂妄心态，让满洲人一直欺压着汉族人。满清一入关后马上颁布，凡投诚官吏军民皆剃发，衣冠悉遵本朝制度。剃发也叫变发，先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光，只留下头顶当中的一撮，使它长长，然后结成辫子垂到背后，实在丑陋。妇女的头发则承袭了明朝的式样。为了头发的式样，清王朝喊出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手段，光是为了一个发式就弄得天下民心惶惶。随之而来的是改服饰，满清人强迫全民不管什么族群一律改穿满族的服装，妇孺龄婚丧不在此限。从整个服装发展历史来看，清朝服饰形制在中国历代服饰中最为繁缛。清王朝离现代较近，保存下来的文献和文物也比较详实。严格讲起来，满清虽然以残酷的高压手段迫使百姓朔衣冠正服色，但是满清的服制仍保存相当多的汉族特色，因此十分具有浓厚的民族融合色彩。清朝妇女服饰因为朝令的禁令是男从女不从，所以基本上仍保有前朝的式样，只是加入了许多满洲人的服装特色。满洲人的服饰中最特别的是男男女女都配挂一串串的珠链，以珊瑚、水晶、蜜蜡、玛瑙、翡翠、琥珀及绿松石制成108颗粒串成，称之为朝珠。朝珠
其实只是满洲的皇亲国戚、朝廷命官及命妇才能佩戴。袍原本为内衣，后来慢慢演变成外衣，最后却变成了一种服装。袍服史上最傲人的莫过于旗袍了。它正起源于清朝，这是历代服饰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款服装，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妇女最传统也最典型的国服了。旗袍之名由何而来呢？满洲人的军队叫八旗军，所谓八旗军也是女真族旧习沿革而来。他们狩猎时常以300人为一个单位，以4种颜色红、白、黄、蓝做成旗子来区分，努尔哈赤就以此作为军队的基础。到后来扩充人数，也增加了镶红、镶白、镶黄、镶蓝4旗，统称为八旗，又称八旗军，繁衍成满洲人划分宗派的代号，而满洲人就又称为旗人了。袍子是旗人贯穿的服装，所以称之为旗袍，演变到后来成为名震天下最美丽的服装了。旗袍在清朝时是宽宽大大的，平直线条没有曲线，腋部的收缩也不明显，除领子、袖子及衣襟都镶有宽阔的花边外，还配上了元宝式的高领。进入20年代以后，汉族妇女也争相流行穿着，还不断地在原式上改良。最早有一批上海的女学生以蓝色的粗布裁成旗袍穿着，先有女学生在学校相互流行，走在街上引起注意，蔚成一股强大的流行风潮，全国妇女如痴如狂地爱上它。一直到今天，受时代潮流影响，旗袍有了大幅的改变，腰身合紧，有长有短，裙摆的高叉越开越高，把中国妇女浓纤适度、细腻柔美的曲线美表露无遗，让全天下的男人眼睛为之一亮。清朝的肚兜也是个迷人服饰之一，肚兜就是前面提过的抹胸，发展至今日的胸罩。中国人穿衣的文化与其艺术实在使人叹为观止。清朝妇女穿的袄子和襦子，现今也都成为中国风味独具的流行服饰。满洲人的服装衣襟上或腰间喜欢配挂手巾，朝廷命妇用的称之为彩穗。这种彩穗只是一条阔带子，配在身边只是装饰，并无实用价值。清朝的满族妇女非常幸运，没有受到缠足的迫害。这些来自草原的民族视缠足为罪欠，曾多次下令禁止，
但是成效不佳，朝廷也不再禁爵，民间妇女遂又恢复缠足的陋习。至今已经是西元1995年了，相信你我一定都曾经看过缠小脚的老奶奶。满洲人妇女穿的鞋子十分特别，由于地理气候的原因，满族妇女的鞋子都是踩高底的形式。齐鞋的高底是垫在鞋的正中，前后两端则不用衬底。这种高底用木料造制，外面裱上白绫或是白粉。这种鞋底的底部都制成前平后圆的形式，形容马蹄，又名马蹄底，也有人称之为花盆底。高4-5寸，鞋面用绸缎制成，上面绣有美丽的图案。贵族妇女更在鞋面及鞋底四周镶嵌宝石，以显其尊贵不凡的气势。满族妇女头上戴的旗髻也是一绝，在咸丰时，旗髻的双脚发展成一种高如牌楼式的固定饰物，上面不用头发，纯粹以绸缎为之，戴时只要套在头上，再加上一些绢制的花朵即可，俗称两把头或称大拉翅。手如柔泥，肤如凝脂，这是对女人纤纤细指的赞美。女人的手指纤秀细美，除了天生的条件之外，还有装饰的帮助。中国妇女留指甲的风气源自于唐朝，到了清朝，蓄甲之风日盛，绝大多数的妇女，连奴婢丫鬟也不例外，蓄一根数寸长的指甲起码要1年，指甲长了一不小心就会折断，为了保护这种指甲，特地在指甲上加罩一个指套，俗称护指。制作护指的材料最初仅用竹管、芦苇，后来发展到用金银宝石。慈禧太后最喜欢戴护指了，她所用的护指更加细长，不论质料或是手艺都是最好的，因为她是老佛爷呀。满族的正统朝服中，脖子上有一条像是围巾的，就是披领。披领也是满族服装上的特色之一，披领上都绣有龙纹，非常讲究。清朝满洲人的服饰，除了名震天下的中国旗袍外，还有就是男人的长袍与马褂，一直到今天仍然流传着呢。人类对服饰的需求，往往是一种复杂和多变的社会现象的反应，因此在人类的文明进化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。中国的服饰掺合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，千变万化，琳琅满目。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服饰，受社会制度、道德风气、民族精神、风俗习惯的影响，以其独特的迷人风情，反映出时代的脉动。缤纷绚丽中引人入胜，虽然千变万化，琳琅满目，
这些包容着中国各种民族特色的美丽服饰，在改朝换代的征战与分裂中，血迹斑斑、血流成河的痛苦代价，才换得这些灿烂文化与绚丽的服饰风情。我们岂能不珍惜？岂能不知道？岂能让它失传？身为炎黄子孙，保存中华文化，我们责无旁贷。因此，我们精心制作的这个专辑，在万里长城上，在金碧辉煌紫禁城的太和殿中，在天坛，在大观园里，充分展现缝制师傅根据制作人员细心考证下一针一线、一笔一刀裁剪出的文化之一。缤纷、绚烂、璀璨的九朝服饰呈现给您，让我们一起来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美。